點解我會由香港飛過嚟呢邊？因為我覺得 ISPCA 喺馬來西亞做咗一個好犀利嘅工作，佢哋將呢個 TNRM 同政府合作，減少流浪狗，等佢哋係可以喺街道亦都可以好自由自在咁樣去生存生活。我是代表全球中国旗袍协会来参与这个活动的目的，是因为我们的旗袍协会呢是非常喜欢支持这个慈善活动的。类似这样子的活动在马来西亚都蛮少的，我觉得大家对那个爱护动物的意识慢慢的少了，所以感觉到很荣幸，可以就是为这些动物来去保护它们，然后去爱护它们。Welcome tonight to join our charity dinner. Hello, 大家好，我们是爽乐团。今天很开心可以参与这个活动，非常感谢有机会来到这里表演。非常难忘，而且我们爽乐团呢深深的感谢主办单位，谢谢你们。